ご指導を。 Bronya还记得和希尔的相遇是在冬天。那个，知道了，填在汤字好了。太好了，最喜欢Bronya姐姐了。
open, I 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m breathing in. Hold tight, hold tight, chemicals collide. Hold tight, hold tight, hold tight.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ies, all because of you. Dripping lights paint the skies, only you.
我们的幸福。 时间的尽头，不要有所抗拒，这本就是属于你的力量，它一直在你体内，而你只需要学会如何掌控它。
我会亲手开辟我们的幸福。 这就是我的决议。想和我做个交易吗？我来教你使。 别被他吃掉啊！ 直到时间的尽头。
知道那种人会喜欢这条裙子吗？走这边吗？好呀，让我来吗？我听你的，要加油哦，小白鼠。Would you
加油哦，小白鼠。成为烛火的飞蛾，因为你就是火，你将如烈焰般吞噬一切。
就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与无限的可能性。决议，
亲手 Happy 我们的幸福。从成为绿者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越过那道禁忌的界限了。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试着再深入一点呢？习惯它，战胜它，然后超越它，成为全新的自己。Thank you.
就是我的决意。
same. Yeah. For my broken heart, no remedy. But maybe if you stay, we can get away with it. Cause you make me love my imperfections, answer all my questions, just to show me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inhibition. No apologies, my baby. I tell you though, cause I'm feeling so
次约定，直到时间的尽头。来场敞开心扉的交流吧。与此约定，直到时间的尽头。从我眼前消失。见好就收，可爱的少女心可是无所不能的。直到时间的尽头。再打下去我会哭的。这束鲜花要心怀感激的收下哦。伤害你的人，请你见证，这就是我的决意。
庄园，抵达战场。Hector Stein， 嘿，目标锁定，发呀！了解，是时候露出真本事了。以心为鞘，以养利剑。用户指令已收到。
绿箭。 以氧力剑。
圣才之雷，要重登舞台，激扬的乐章，呵呵，想要舞上一曲。黄金般闪耀，这里吧，呀，胡之风一掷夜换线，血环线，马纹挥剑，请你见证，这就是我的决意。
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开始 ，Aim！ 结束。
Thank you.
小光，朝明，这是哼，起身，接招。
赢了吧。是的，你们赢了。雅达的坐标就在雕像里。这个雕像做工好精细啊，在阳光下能够看到繁复流畅的纹路反射着光芒，好漂亮。没想到在这些崩坏兽的世界已经诞生了这么美丽的艺术。这座雕像就是雅达大师的样子吗？没错，是他。说来有趣，我们一行的路上他经常一个人在晚上默默练剑。他说以后打赢了入侵者，他可就没时间这么练剑了，得好好把这一幕留下来。于是我就地取材，翻开旁边的泥土，给他做出了这件东西。当时看来很新鲜，雅达也很喜欢，去哪里都带着。这座雕像上的人把长长的剑刃插在地面上，展现出了精妙的力度感。哦，这样放在眼前，确实能够想象得出一位剑术高超的大师。虽然我觉得色彩的运用上还可以更大胆些，不过艺术品里融入那时那刻的感情与经历的意义远大于在技法上追求真正的完美。大师的战前英姿，叫这个名字怎么样呢？我倒是可没给他取过名字，你喜欢的话就这么叫吧。嗯，我确实很喜欢。我们失败之后，他在这里隐居修炼许久，却遭遇了瓶颈，于是他离开了这个星球，去寻找更能历练自己的地方。离开之前，他将自己的坐标定位器装载在了这座雕像里，等到有需要时，我就可以通过他来找到雅达。这么说的话，帕梅女士不会也是传说中的勇者之一吧？传说？原来还有人传唱我们当年那不值一提的失败经历，真是稀奇。巧匠的奇械冲破了入侵者的防线，刚刚的一战的确描绘出了和传说中一样的色彩。说不上那么厉害，只是一些小玩具而已。好了，雕像已经给了你们，我也要走了。喂，你难道不和我们一起去找雅达大师吗？等我们学会了大师的剑术，可以重新组建反抗军，战胜入侵者。战胜入侵者？你们不会在开玩笑吧？我们是认真的。那我劝你们别做梦了。为什么？传说中你们不是已经打败过一次入侵者？为什么现在说这些丧气话？打败？现实可与故事不一样。你们应该知道，那些家伙都是从天上来的吧？我们当时击败的，根本只是他们派遣而来的部队之一。我们虽然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但没过多久他们又再度来袭。因为发现了我们会反抗，反而派来了更多的部队，对我们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更让人绝望的是，我们发现那些入侵者只是被制造出来的战争机器，真正操控他们的人根本没有出现。
所以想要彻底驱逐入侵者，就要找到并摧毁他们的总部。说得倒简单，我们连入侵者的总部在哪都不清楚。你们直接去找雅达吧，别带上我。有时候做出反抗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太美女士，真的不加入我们吗？如果你真的放弃了反抗，就不会在我们被困住的时候出手了吧？我只是看不惯这些人在我老友的住所折腾罢了。不，刚才的你全身都充满了漂亮的红宝石的色彩，仿佛在说，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回到那个时候，痛击那些该死的敌人。哪怕这样，你也要说自己再也没有勇气了吗？小姑娘，在别人缅怀过去的时候，默不作声地在一旁观察他的神态，这个习惯可不好。过往的回忆与当下的现实交织的刹那，总能捕捉到最适合放入画面的场景，因为它往往以预示未来可能性的方式沟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那个你所希望到达的未来。对呀，帕梅女士，如果你真的不希望继续反抗，也不会将雕像交给我们了吧？这次你们不再是孤独奋战，格蕾修是从星空中来的旅行家，他有很多很多神奇的工具，能做到我们不敢想的事情。嗯，方舟上的雷达很灵敏，给我一点时间，应该能定位到那些入侵者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帕梅女士能加入我们，一起去寻找雅达大师，她能教导我们剑术，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盟友之一。你们啊，倒是有几分当年我们的影子。行吧，拿你们这些孩子没办法。雅达那个老家伙选择的星球可是真的危机四伏，没有我在场，你们可不行。这就对了嘛，前辈。那我们先回到方舟上，来看看这个雕像的坐标究竟在哪儿吧。
Thank you.
Thank you.
舰长完成了本周的工作，辛苦了。啊，希儿，姐姐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Bronya不会忘记的。